哦，那就是我的，没有。OK。自己乱找，随便我们找。习惯这个顺序，我
天上到然后就突然莫名其妙的讲一下，嗯，然后散散乱乱的讲，但是他那个老师还是我们这学期的老师，很糟糕，没了，啊，最后一个学期了，对，全都算这里的，怎么办？哎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向那个 Derma 女同事他老婆去报那个什么，报日文资源，去找人家讲话。那个涩谷、新宿还有四谷什么都有一些，就是而且是不用钱的，外国人可以。我说那个是要钱的，2000块而已。也有不用钱的，总之就是各种地方。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 Corona 之下有没有变化，嗯，但是就是有这些东西。
有滑东倒西歪、欸，我滑东倒西歪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滑东倒西歪，你有觉得吗？我有在看。好。自己在那边来换气，因为刚就已经算松松的。对，就滑东倒西歪。只是我眼镜有一点雾雾，哎，看不太清楚。一点点，等一下，都可以啊。我拿卫生纸把它擦一擦好了，不然我现在这个看不清楚。拿软一点的这个，我挥两下，然后等会再补油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嗯？不知道擦到哪去。因为擦着擦着又写进去又变成水，是啊是啊。好，看一下，嗯，好，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因为刚刚是湿的，我看不见。走吧，然后乱冲，不要太煽情，这样，啊，转弯就好好的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好的转的话，其实弯可能很小。真的雾，还是雾。我在看我的，哎呦喂，脚卡住。哎脚，哎脚。
什么要坐下？就是我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啊。哦。就是练习单脚的同时，它可以帮我慢一点，就稍微多转一点点就会慢一些。我在练这个。哦。踩到很高的，然后又掉下去。要叫我要冲了吧？没有，冲冲我很费，摔死了，很费力耶，冲很费力。真的、哦，还是会跳啊！我会跳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不会跳？正常的姿势吗？就是不要后坐啊，就是正常的往下、啊。跳哎、欸！
到大腿、欸。对啊，有那么深吗？奇怪、欸。哪里要冲？随便啊。我觉得你要比较早一点冲，不然他那边动不了。但是我刚刚觉得在这边我好累哦，冲这件事很累。手掌贴外面那一侧加热，然后把它变成水，然
然后才擦得掉，不然卫生纸撸不掉。嗯。接下来就摆着，那如果它就那样子一直是冷冷的状态的话，下一件事就是你要让它等一下戴上去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它有起雾的环境，也就是说你的头发都要收好，你现在的头发都在眼镜里，对啊，还有就是周遭的海绵也都要洗。
箭头。箭头？就送还没送出去那种用。到了到了到了！整个人都黑了，因为很重。戴好就好了。然后我试着不戴看看，我会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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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套直接拿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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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是要戴。我刚想说，我脱掉，那我真是要戴看看。啊，逃避的。没有啊，我马上就。大喘气，我们应该就可以继续是清晰一片。是啊，刚有够虎的。还想吗？继续啊！继续吗？对啊。还是你会觉得都没有办法练？没有啊，这也是练啊。好。摔倒还蹲下去再站起来、欸，我刚刚还这样蹲下去，然后还站起来。对啊，刚刚一瞬间有点快往前扑了。Thank you.
右脚鞋子很大，在里面偷洞。啊、但是我都已经扣最紧了。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鞋子很松，对，对不对？我的两个脚都觉得可以在里面微微的活动。对啊，我的右脚更大、啊。不过重点是脚踝动不了就好。没有哎、欸，全部都在动啊。我是脚背在动，就是脚背每个拇指可以，每个脚趾可以这样撸一撸一撸这样。嗯。所以他还在继续练他的转。啊，红的吗？好像是红的啊。他的下半身是那个蓝色的啊。是啊。远近的最上缘起雾，但是 不影响我的视线，就是头发造成的。是哦、喔。对啊。我先下来，你先下。还是我从下面录你好了。哦，那你先下啊。那我大概下到。你不用，你用 GoPro 看我就可以了吧？哦，那就下到那个吞风站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也会看着你。区域越来越多了，快要看不见。你要先吗？还是你要我看你吗？我。
嗯，一边叫一边滑。刚有一群老板也出个雾，打开真的有用吗？已经起了雾就没有作用了。哦。他也很后勤哎，他竟然在滑。对啊对啊。那样对吗？管他的，就是松雪可以用这招。哦。很自由，这一块可以很自由的转板子，啊、这块可以很自由的转板子。哇塞！这块可以很自由的转板子，其实上面也可以。变成一个钉子，是一种平衡。对啊，就这么过去了。还不能冲吧？不用太早冲。
手拿的方向就不对了，我刚刚也看到了，刚刚不是朝花花叫
较光线比较好哎、欸。那是因为我吹很多，你又说怎么那么亮？你又调 Life， 我不喜欢 Life。我没有调它。我一开始不会试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动它。你可以，好，帮我关一下。一二三，对啊，我照着就可以很亮。所以我好像不是广角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广角？是啊，是啊。一二三，好，安放，放吧。我再帮你看。好，一二三。我后面亮成片。
悟得比较快，可恶。很丑的姿势，脚手很低。你哪进去啊？只要盯得住就是要看。没关系，可以。谁先？轮流看对方，先到那条线。你要，刚刚是你先下的嘛？
下那么远，高破应该拍不大到吧？真的吗？你刚刚说我说是两个这个啊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是在一个这个拍这个，没关系，轮流。真假？啊？我以为要到这个哎、欸。没差，这是 iPhone 拉近才有办法。嗯。好。接着我先下了。嗯。你去那么远干嘛、啊？哇呼！啊？好了，这么近哦。人都快翻过去，不是什么三级的。右手救助。好，继续啊。Thank you.
点了。有这样吗？没有。难道？谢谢。又在想，等下，你忘记你早上就卡在没人弄。
有录到，你看我，就是这个摔法，疯。
对，赶路的感觉，对对。那你先
赶很快，累死了。大概又花了十分钟。还赶很快啊，好累啊。好累啊。这趟很赶很快，对不对？难啊。我几乎没有休息啊，很累，很累。对。超酸的。我用的。而且我刚刚快要摔倒了，直冲的时候。然后还这样又蹲下了起来，那脚底突然变慢了，对不对？就被卡到了啦，然后就身体跟不上鞋子，还是鞋子跟不上身体？随时有要摔倒的感觉。你说我吗？
哦，你也要，我会你怕我摔倒躺在你前面。对对对对，我也会怕、啊。然后你的路径跟上去的话，又怎么觉得忽快忽慢忽高忽低，不是很好跟。
冰的跟什么一样。对啊，就很像硬的。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扣吗？我没有扣到它、欸。线可以滑回去，十号圈圈的，就是走那个你觉得那个很窄很斜的那个黑线。不要。对啊，我并没有说要走。不是，我说我们平常走的好像是三角形的。嗯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走过？有上次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有走一次圆圈的那一个。嗯。对啊。不好走吗？普通，它整个都收视率线，嗯，也可以啊。不要，会不会要用推的？有可能。那不要了。有可能。我脚没力了。我的上半截已经开始误了。啊、我的上半截已经开始误了。雪镜的上半截。那我下半截还看，怎么人所有人都不见了？他们都住东莞。他们有钱的。太多了，也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他还在运，他在把车运回去。他到底收山顶还收山下？好像都有。
我没有办法撤降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样高坡刚好碰到雪。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我没有办法撤降，肚子好痛，肚皮超痛。太多了，太多，气死了！我肚皮。我肚皮，原来我是用肚皮在搬板子。我以为你痛是这个原因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多到这样也没有办法，刚没有办法撤降。好累。我起不来。是怎样？我想要站起来，但是我起不来。耗体力。是最耗体力了，我要再转个弯过，你要去哦，累死我了，不能用这样的，高坡有弄到雪吗？高坡洞洞里没有雪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整个弯倒你看我这边，黑不起来。有啊，很多啊，你没看到而已。我帮你拍慢动作。你在看啊？很尾啊。怎么都没有啊？嗨的好，我们要回家了。今天雪又这么大哦。你刚好看到我倒的样子吗？我会让你哦，你是侧降接着倒下来吗？我忘记有没有看。你只是在那叫，没办法侧降，接着就倒了。没办法侧降倒是可以后降的，后退降，推不动，推不动。视线只剩一半。这是回家的路吗？怎么突然觉得不太对？当然对啊，怎么？超多哎、欸。是玩那个了吧？刚刚奥利，你就继续玩。
拆掉了。平常这里不是有个沟吗？哦，这样说你踢得很厉害是？没有。哦，大腿好酸，今天超酸的。啊？今天大腿好酸。对啊，你应该很。我今天小腿有点酸，大腿。好酸，好酸。嘿，最后几台回家了，我想去看他怎么挂下来的。啊，怎么挂下？我怎么收起来的？就有进无出啊。进去就进去了吗？进去以后切到另外一个轨道，夹到另外一个轨道。会掉下去哦，你小心。嗯、我也要站这边啊！我要站这边，我不要站那个。是吗？怎么今天又一只不见了？又掉下去了吗？看不到。先弄鞋子。被埋起来了。好。鞋子啊。那我就进去了。鞋子不弄吗？还好吧。好神秘啊！看不用忘记